那我觉得这个剧最重要就是它的时装。等一下自己再帮我们打了耶。你看它每期都会更新哦。我觉得只要看到它的时装，你就会想继续玩下去。像他这边真的是分很多种啊，超级帅的。但是我最近想要先跟你们试装的新活动试装，好多哦，天呐，太猛了！这故事要怎么继续下去啊？哦，对，我本来要选给你们看呢。我想说今天有题材就算了呗。算是了。嗯，我可以领好多。嗯，时装讲完了。哦，对，请完成地狱什么？